我必要的时候会自己带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怎么这么频繁？好，帮我打开一下。等你好了，不急。你里面水不用再带两瓶，很重的。去大理。啊好。你哪时候看我可带两瓶？上次好像去有个莫干山，有一个地方就带两瓶。我提醒一下。要记一下这个进出的地方，不然的话，等会肯定是找不到的。这边也挺大的，湖是在这边，我们从那边弄。我从那个导航上记一下地方好了，导航上记一下地方是没错的。我记好了导航上的地方，不会有错的。OK。哇，这边露营真的很不错哎。嗯，他很深会选地方，这个樱桃林，啊，上次我们是在那边，然后这次我们从那边绕，樱桃里好舒服。
嗯，这里也好阴，好，然后好阴凉。那边还有一个书吧，走过去看看。对啊，这西湖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号称小西湖。直升机体验多少钱一个人？350块钱一个人。而且集齐10个赞。美女飞行员带你领略直升机，厉害，怪不得一圈一圈飞呢，因为一圈就这么一圈，好几个人就好几百好几百。这是他们那个，哦，这是直升机的停机停的地方，是吧？挺危险的，这里挺有钱的。看，停下来了。这东西噪音真大哦。他们还敢跑这么近哦，万一失控在那边遭殃。好像一次只能载一个人，后面不知道有没有人。
四个人的话就是2000块钱。这个广场当中算生意还没做呢。这生意好，一趟2000，一趟2000的。既然你把地址遗传距离去心里的上帝就会比较有感情的心里。我哪里要干几分了还抽到了这个人吗？我们来的时候车位都没有，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一个车位。我进去看。又飞上去了，生意真好啊。哇，这边的这个景色有阴有暗，好好看。这里看我手机。就是它这边营运性的直升机有点太吵了。哎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市书房好像不在这一圈吧？要跑这么大一圈啊！哦，厉害！我们今天沿湖走一圈，锻炼锻炼身体。那草皮踩得好舒服啊，草皮上还有一点点的露水，味道非常的清新。我早上九点多就10点不到就到这边了，结果人家已经来了很多人。不是嘉兴，这边离嘉兴很远。这边是小西湖。
免费景点。类似于那个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，我怀疑它一早上能飞个30圈，很快啊，一会儿就一圈就飞好了，450块钱，4个人，收好，嘿嘿嘿，来钱太快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前两天看那个西湖边上的有些茶馆，就是国庆期间它只提供套餐。就是一个套餐什么588什么的，我西湖边上找到一个茶馆，很好的位置，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人均就平时就是20块钱就能点一杯茶，平时啊。下次去。嗯。我91个人，480一个人，坐直升机要480一个人。它是一次性是4个人，4个人不就2000块钱吗？1920块钱。等我一会儿走累了，找个地方没有太阳的坐一坐。要看机缘，带点水果吃点。哎，它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岛的嘞。这种天估计是没人划船，那个太阳晒得热死了。卫生间都这么的豪华，爱了。这不是别墅啊，这是卫生间啊。3号卫生间。我把你的水掉了。确实，这边骑玩滑板车、骑自行车挺好的。走到这边，它是有个步道，它边是1300米，这一圈起码2.5公里。一天有个好说，一个女的说1.5天，那紧急的装备一起搭的呀。这是好地方，好地方就要人少，只知道的人少一点。知道人多一点，遍地披服，那就是不是好地方了。
前面是有些那个凳子的，但是要找一个位置好的凳子。这边上几座大厦是几个上市公司，我们群里有几个水友就是投资了这个大厦的上市公司，股价从21块钱现在前两天跌到18块钱，亏了一笔。主要是这个公司它被限电了，不知道限电到多久。等过段时间，这些树都会变成有点那个粉红色，那就很好看了。这景色多棒！我在这边要拍张照。今天虽然说只有30度啊，但我不信这天只有30度，太阳直射的是照在身上烫烫的，是吧？好在防晒霜、伞都打好哈，不影响。这天30度我绝对不行，32度体感左右吧。原来，原来你现在记得，如果是一句呀。现在我们差不多走了半圈不到一点，从那个直升机那边走过来的嘛，走了1/3圈。对，下次过来时间我凉快了，我们就来这边露营，这边景色多好呀，是吧？对，把设备都带好。帐篷都不用搭，直接拿那个垫子就可以。对，最好我们再买一个像钓鱼一样的，买个简易的遮阳伞，往土里一扎就更好。多少其实就算没有太阳的话，也是会有点紫外线。天太热，扎帐篷的话不通风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找得好。
西湖就在西湖啊，小西湖。看着碧波青池的，草地踩踩多舒服呀。哇，这个树的太阳遮得好舒服呀，都不想走了。它这边的公共座椅的位置设置的都有点问题，都是太阳直射的地方。从阿丘仔那个地方太 low 了，上海人其实像囚徒一样。因为你看整个长三角啊、华东啊，分为三块地方，苏州、无锡算一块，然后上海最这个靠那个角落里，然后再加上湖州、嘉兴、杭州、安吉，这边在一块叫南太湖。南太湖这块是最好的旅游度假区，上海这块最倒霉，因为从上海出发到所有的旅游景点都要很长的路程。而且一到过节，从上海出发的那几个高速都是堵得一逼，然后你去外面的民宿啊，又专门都是宰上海人的，所以又非常贵，所以往往上海人就被囚禁在上海里了。你看我认识的这么多，我那个粉丝群里面这个一个群啊，核心群里面六七十个人，这次国庆节没有一个出门的，他们都说怕累、怕贵，然后怕远，都不出上海，然后久而久之他们就在上海被困住了，所以我管他们叫囚徒。对，他们只能去滴水湖，去崇明，去滴水湖今天也堵，你去看看 S2 高速堵得一逼，然后去崇明已经从昨天下午3点钟堵到昨天晚上凌晨3点，就高东那个有一个高架的一个岔口嘛，好像3公里的车要开大概40分钟左右吧。这边有一个派对。是一个什么青少年嘉年华，导致这一块今天这一块车都是水泄不通。这上面那个桥我没走过，我先看看下面是有什么，但我不靠近，人因为人太多了。这块平台早上是给他们跳早操的，有飞机从头上经过。西湖，这是西湖啊，小西湖，不要问，问就是西湖啊。这边是个大逆光啊。里面都是小孩子玩的地方，打气枪啊，
打泡泡呀，打鼓啊，投飞镖啊。人太多了，不进去了，容易传染感冒。这么多小鱼儿，又忘记带鱼食了。我想起来那边儿童乐园边上是有一个，上次有个很阴凉的地方，上面都是种的梨藤啊什么的。桥面湿滑，注意安全。放假的话就出来走走呀，对吧？天天窝在家里算什么呢？平时就996两点一线的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出来走走了，再放假再窝在家里，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太湖，你说什么湖就什么湖，湖就对了。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 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
明天我还带你们出来玩哈。他们有上万一个人了，又生出来。哎，一年一万，那你可以买。带你有钱就可以买，一次有钱。明天还去旅游景点，明天一早就播。起飞就完事儿了，啊，好凉快这边。现在我们逛的叫苏堤啊，苏堤，当年苏轼修的堤啊，前面是理工堤，然后呢，这个桥叫断桥啊，缩小版迷你断桥。看飞机。他们还有固定网的，那这边就没有阴头，这今天太阳也太大了，特别平静。对，这到了秋天和太阳的入射角度有关系。我家周围像这样的景点啊，一共有110个左右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当天都可以来回，不用住宿。那个东西是不是就在水上漂？对。这边本来就是给人露营搭帐篷的地方呀，边上就有停车场的。这边上有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，6号停车场，一共有6个停车场。我看看现在步数是多少了，3000多步，还行。
啊，原来这个书房是和那个茶馆是连在一起的，一左一右。不进去。这边不算太晒。斗室要清爽，像昨天他们说那个迪士尼有一个新的一个玩具，有一个玩偶，他们要拍好几个小时，都是黄牛，我估计。现在迪士尼也照理说应该生意淡一点，应该都去看威震天了。看看明天预示多少度啊，反正明天就温度低了，明天显示30度，现在已经30度了，现在是30度吗？他说现在30度，但这个天确实是，他这个三十度是那个阴头里确实30度。放心啊，后面就是雾啊雾啊。
哇，到现在为止我们走了大概是三分之二圈了。嗯，我地图上是看着的。早就看了，我也没见你跑步啊。跑了呀。把帽子拿掉吧，你走树荫的地方。他跟你不熟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把凳子丢了。我们下次出来也拿一个垫子。嗯，有的。下次去你一起拿回来。嗯，就这些全部他们放这里。我们露营的设备现在都没拿回来，下次就拿。放那边坐会儿。好的。那边凉，那边啊，没有那边晒太阳。不晒太阳地方不对，你坐。像这些石头都是不晒太，只要不晒太阳的地方都被人坐了。那个儿童乐园边上的那个带藤的地方你也没找到，可能是要再往那边走。我不想进去，你想进去？人太多了。那现在人肯定很多呀。嗯。这个太晒了吧？啊，这个有一个还好。记得你一辈子。全买了瑜伽课程练下来，任督二脉都能打通。现在随便你网上去搜一下刷单，看看跳出来的是什么。满屏满地全是刷单大队的警告，我就不明白，怎么这才关注你的手？吴老师说了，就吃点水果就行了哈，其他都可以放。再不行，你下单前怪热的。再说一遍啊，刷单最常见套路就是骗子满世界发广告，用轻松赚钱为诱饵，给你可以躺赢人生的错觉。等你上钩之后，发你链接或者二维码，进入他们设了陷阱的网页，开始起单让你轻松投资，轻松赚点小钱，然后怎么样？马上就是提高价格的连单，要连刷几笔之后才返还本金和佣金。如果你开始下单，几笔资金投进之后没等到，他会说下了点水果，结算问题。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没有太阳晒的。反而劝你继续加大投资。这是公益广告。这个时候刷单诈骗。说实话也挺好的。现在我手机上每天都有那个检查派出所发来的那个信息，告诉你防诈骗、防刷单、防什么。因为这边没地方放，所以只能留给我啊。嗯。不要转账一句话要说多少遍才有效。前几天刘女士抖音上刷到一条贷款广告就留了言，马上有人添加好友并推荐网络贷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刘女士告诉对方自己曾经遭受网贷的诈骗，于是对方就顺着刘女士的思路，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声情并茂，声泪俱下的宽慰啊。对上一次的骗子，他也是义愤填膺，拍案而起，怒声痛斥，大声责骂，并表示，
自己可是正规的网贷，讲的就是信用。只要审核通过，放款一秒钟到账。刘女士看到人家这么有正义感，这么热心肠，简直就是饿了地上馒头、昏了地上枕头的侠义人士，就申请贷款20000元。对方马上发来一个合同，并要求刘女士先提交保证金1000元。注意啊，1000元。刘女士这个时候居然没在意到这个所谓的合同写的是房屋租赁，立马就把1000元打了过去。这是什么人啊？我太难了，他真香。直到后来对方一再要求他，但是我要跟前面有个小电视还挺搞笑的。刘女士才醒过来，我这又掉下去了吗？反诈这些事儿真是非说不可，网贷要交保证金的诈骗，要交钱提升额度的诈骗，要刷信誉的诈骗。关注我们的，你可以拍来公益广告。我不喜欢，挺好玩的。985要不要？2111要不要？又是一年高考季，当季考生的家长要小心了。就是去年这个时节，陈先生网上认识一名男子，说是能帮他的孩子录取到更好的学校。一来二去，仅凭对方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几张不知哪里翻拍来的照片，就陆续汇款7.8万元。结果孩子没被录取，钱也是砸了水漂。诸位要知道，骗子也是讲究季节的，夏天卖短袖，冬天卖棉袄，到了6月就盯着高考，只要钱到手，清华北大是随便你挑。别看有的家长啊，平日里思维清晰，一到孩子高考择校，欲望就会战胜理性，试图投机取巧。高校招生录取那是有严格的工作流程，别指望有内部指标。你想嘛，如果有这本事，他儿子、他孙子、他二姨的表姑父的大侄子，个个都是985211。再说，现在什么大环境，多少苍蝇拍死了，老虎倒下了，没人会铤而走险给你解决前途问题。我没听到问题，太笨了。要是能骗到钱，我石头一打滚也能变出一堆内部指标。我扛过枪，踏过江，军区领导是老乡。可是这批要不要？航空导弹要不要？家长要高度警惕。风还挺大的，这边可以搞个风力发电的。在树荫下面可就是晒出来的。对，太阳下面就这是标准的，所有的气温测量都是在百叶箱里。这是那个常识，他不帮你测那个太阳辐射的温度的。都是在阴头下有一个木箱子，而且通风的木箱子，要有风的，里面有一个温度计。然后发来各种法律文书和工作证件的照片。我读书少，不要吓我。首先，不管是法院还是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，不会通过聊天软件加好友的方式告诉你涉嫌犯罪。加好友干什么？请你吃饭。这块地方人比较淳朴，然后这边诈骗挺多的，所以到处都在放黄诈骗的，电话诈骗啊，什么刷单诈骗啊，很多人相信。那是演的，演的演的。电视剧里还有秦始皇、唐明皇呢，是他们活过来了吗？照片，照片，照片，照片。明天我办公室里贴一张美国白宫的徽章，不代表我就是美国总统。当然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哦。最后，这些骗子还可能将其他所谓的办案人员引荐给你，那就是双簧，各种角色的处理，为了表演逼真，为了让你入套。反诈这些事儿就是非说不可，公检法部门通过聊天软件梳理犯罪的诈骗，用证件照片、法律文书照片证明自己是很爽的，可以诈骗。你把接下来的三分之一圈走完。我犯罪了。好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遇到这样的电话，你还会这样吗？关注点赞。
走好吗？回家呀，对吧？今天就这件事，然后回来回到家嘛，晚上吃点东西。对，你弄好绑腰上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我腰太细了，绑不住，往下掉。谁在这边刻的字？这好像不是官方刻的。是官方的。是吗？嗯。很多状态上的不同的书写方法。这边的水呢，就和一般的湖水有点不一样颜色啊，像稍微蓝一点。嗯，过滤过的。大仙下山，走走也蛮晒衣啊，早上发汗。近览湖光山色，这边的水啊，确实非常清的，很清很清的水。就是太阳不要这么晒就好了，今天是天气的关系。秋老虎太阳确实特别晒，过了这座桥就差不多到我们停车场了。这种穿着感觉咋想？他们又没什么审美。你看欧洲搞时尚的，基本上都是什么伯爵夫人、男爵夫人。鸭子。嗯。昨天我。昨天我们看了那个伊库拉。他其实就是那个男爵夫人的女儿，那个男爵夫人因为不喜欢生小孩，后来就是生好了以后趁男爵不在就把这个小孩给送掉了，后来男爵就是他对男爵说小孩死了，后来那个男爵就后来就生病就死了，后来他就继承了家产，然后他当时是家里那个有一个仆两个忠心的仆人偷偷的把这个孩子
就是养起来的。然后他的妈妈被南极夫人害死了，妈妈就是那个，他其实是那个仆人啊。啊，他去找他是因为那孩子太淘气了，他养不了了。他养不了了，他想把他送回去。他想把他送回送到他们家里，但是他不养，他就要叫狗把他那个把他养母给害死了。昨天晚上看了那个叫什么的《黑白魔女》伊库拉。啊，库伊拉。后来他找到真相了。找到真相了，找到真相，他报仇呀。那他为什么？他不喜欢孩子是吧？嗯。他要走高端人设。高端人设就是不生孩子啊。对。我发现还是刚进来这块地方的那个搭营地，但是他这边是不许搭营地的，可能还有专门一个营地区，如果你搭了以后他也会那个的，但是你可以不搭帐篷，弄两个椅子什么是可以的，弄两个垫子就可以了，对，撑把伞。哎，那边不是有几个座位吗？直通通，我刚才可能没看到啊，刚才我们不是在这边，我还要再往前一点。对，哎，这草地好软啊，踩得好舒服呀。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还有露水呢，现在对，这都给晒干了。也不一定是露水，也许是他们浇过水。浇过水，就像这种，对吧？它上面写注意什么，油漆未干，好像是的。我过去看看，哟。你去吧，我在。好像是写的注意油漆未干，但另外一个是也是刚漆的嘛。是的，是这边是刚漆好油漆，不然的话也肯定会有人做的。注意油漆未干，做了就倒霉了。今天早上随便出来走一圈，快下坡嘞！明天去一个旅游景点玩，明天一早就直播去一个旅游景点玩。等会儿我去买点羊肉串，下午在家里自己烤烤。对于普通市民来说，这样平时偶尔天气好的时候来转转是不错的了，已经啊。毕竟不用走很远的地方。好，我去看一下地图啊。这边到了没有？我有地图导航的。还要往前一点。要过了这个桥。哎呀，这个湖走一圈还真厉害的啊。要一个小时。你现在怎么听不到那个直升机的声音了？不飞了是吧？现在直升机停在那边了。对，就是在直升机前面一点。
这个小浮萍挺有意思啊。这不就以前你在那个什么地方5块钱一朵买的吗？不是的，它是荷花型的花，原来的黄色荷花型的。这个弯挺好看的。你呀，你看这大同学不像。好个屁啊！你好的白天我出去，第二天不好啊。到前面那块草皮，我们一圈就走到了。然后等会我来看看一共有多少步路啊？估计5000多吧。5000多步路，3步路2米的话，那就除以等于3公里多，3点几公里吧。可以的。那它和外部都是隔开的，看这水就脏了，进去的水都是不经过过滤的。所以这里面的水是这么特别清。太阳直射下，起码有35-36度。哎，这个荷花的颜色是这个样子，会有莲花比较亮。嗯，这个颜色挺好看，像有下面有包了层蜡一样。对，这是迪士尼心愿湖啊，一会儿就进迪士尼了。要拍婚纱照。好，走了一圈，看一下时间，刚好1个小时。然后微信我看一下多少步数。刚好5000步路 ，OK， 5000步路除以三，1700乘以二，那3200米左右，3.2公里。然后找一下车库，车库在什么地方？应该就是这个东西的背面。就在这儿，在前面一点点，没错。午饭吃好了，吃点水果。我连那个馅饼都带了，但是用不到，因为现在回家了。今天天有点热，回家舒服去。明天一早再出去玩。明天早上到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去，喝喝茶，坐坐。走走逛逛。
可能就是从那边拐过去拐出去了。我一会儿去那个八一老爷餐厅去买点羊肉串去，下午没事烤烤羊肉串吃，看看有没有好的好的今天刚做出来的馕，但不一定，不过现在也到饭点了，12点多过去差不多应该有货出来。妈，你就从这出来的？对，就是这里，这里好像是这个卫生间这边。好了，今天早上就玩到这里啊，一会儿晚上下午有空再播。明天早上一早就去景点啊，买了门票了，明天早上去玩，拜拜。